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 Chat 啊。2017年就嚟过去，今日系12月31号，咁我就会讲下各位12月31号会做嘅搞笑行为。好嘢，好嘢，唔瞓觉，睇俾 YouTube 睇先。啊，小波子喎，睇下小波子个 live 先。哇，好睇，好睇，好睇！哇，出面冇晒车啊！唉，饮茶先。哦，冇晒茶，顶。好，攞架车嚟玩先。好多书喎，今晚唔瞓觉睇咩书？不如就老夫子啊，我中意你谂唔到嘅啊，中意你老夫子啊，哦虚名啊，哇劲好睇，唉难得未做完功课就买先，睇下先，白 A。跟住呢个系10C-5D， 跟住呢个系3+3Y-2Y2， 跟住呢个有答案噶嘛？得啦！做乜饮正水？冇喎，咁里面咧个水喎，搞掂茶水。饮杯，听日10月31号，不如夜晚就去食饭啦，就跟住就去跟住去倒数啦，就跟住就唔知啊，我都唔知啊。好啦，听完呢条片呢，你哋会觉得嘥咗你人生中嘅2分3秒呢？但你冇谂过拍呢条片嘅目的呢？我拍呢条片嘅目的就係希望为呢个 channel 嘅2017年有一个好嘅 ending。咁亦都希望大家听完呢条片呢，就怀住一个积极同埋凡事向好看嘅态度去迎接2018年。咁如无意外，呢条片已经係2017年最后一条片㗎啦。咁我都除咗五嘅直播呢，咁可能会31号嘅晚11点到会同大家直播啦，如果得嘅话直播倒数。咁嚟緊嘅2018年就要送旧迎新啦，咁我个 channel 呢可能会达到 2K 订阅嘅，咁当时嘅问题呢可能会仲多，会俾人更多嘅指骂，更多嘅挑战。咁不过都会风雨不改为你哋拍片带来欢乐嘅。咁我都希望大家支持我啦。各位观众，我哋2018年再见。